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我们今天在这里为您讲解的呢是第十六届农心新拉面杯世界围棋团体赛第十二局的对局。那么这盘棋呢是由日本的景山裕泰对阵韩国的金智熙，这也是日韩之间的主将之战。也就是说，当时进行到这里的时候呢，必将有一方日韩之中是率先就要出局了。那么当时这个形势呢对中国队比较有利啊，中国队呢当时还剩下连笑和石月两个大将啊，刘老师。是的。那么这盘棋呢还是下得挺精彩的，那我下面我们来欣赏棋局吧，刘老师。这个黑棋，黑棋呢是金智熙，对，金智熙。这个挂角。然后这是普通的这个丁氏棋啊，下了一个很简单的脱退哈，然后挂这个，金是挂这一角，他下了一个二尖高挂，他没有说像比较普通一点下的一个高挂，这个这都是有的，像这种丁氏什么在脱退啊什么断，这都是很普通，那么高挂当然是也是一种，这个然后白棋是断的，对。没错，这么高挂的后续丁氏就是拖三三，扳就断，对，这是一个后续丁氏，对，走了一个普普通通的，景山裕泰就是直接走一个简单化的一个丁氏，是的，那么打了就直接就吃掉，也没有说是，比如说这个呢还居多，这个本来是这个复杂一些，这个复杂一些，那么直接这样把它快速定型，是吧？快速定型，对。这个定型手法呢非常简明，啊，就大家都会，反正是。不管这也是个定式。定式，那么一般是不，否则又断。然后它关键这一招棋也很大啊，这个一长一个，那个形状也不错。对。您觉得这个白棋下成这样怎么样呢？两分棋。还早得很。这喜欢白棋也许稍微多一点点，但是这个很难讲，很难讲，应该说一个常规布局吧，还早得很，然后那面手脚是必然的，因为现在大场那个最大啊，对，非常巨大，因为如果说不守的话，下一步白棋这个挂过来就显得太宽广了，这边正好是一个后势，是，所以他这个手脚呢手脚先把自己守住，对啊，要限制白棋后势的发展，是。那么现在轮白棋下，可能多数可能分头居多。分头这个。分头居多。那么就是说，还是以破黑棋的阵势为主。对，因为你这个连片会大嘛。多数可能会走在这里。因为这里有露头，是吧？那么它是挂角。挂这个。这个景山裕泰挂角，我想啊，他是觉得那面也是大场，这面也是大场。他觉得我挂完角呢，两边大场我能够抢到一个。就是这个拆和这个拆，是吧？是。黑棋只能下到其中之一，那么白棋呢就可以下到另外一个。对。所以这既然是一个剑合，反正两个好点。也是一种思考方法。对，是的。那么现在黑棋抢那面。黑棋先拆这个。拆这个。他觉得如果说拆这个被白棋走到这一点，就走了，可以，这个也可以，对，可能不太满意，有可能，这也是一种，我也觉得拆那个可以，黑棋还是拆那个，对对对对，最后白棋就分头了，分头，这个两个是必得其一的，必得其一，那么必然是往那边走，对，因为你要是补在走这儿，它是往这面，你走这个，它会往这面走。如果这样，那就太小了。那是必然是往那面啊，所以肯定会拆这边。是，那么白棋拆一，拆一，就基本格局就变成这样。那么白棋拆一稍微的，觉得委屈点。稍微委屈点，但是你这个高位呢？这个应该说还早的一个布局，是吧？慢慢来。对啊，但是刘老师接下来这黑棋，这两个子呢，肯定是不肯尖三三，因为他觉得尖三三呢跟他交换呢，他有吃亏的嫌疑，而且尖三三完了之后底下这空也没守住，也还是有个飞进来二路，那么白棋虽然说这个差异比较局促一点，但是
这黑棋想对它进行什么攻击呢？是不是挺困难的？对，这个棋下面的怎么走呢？这个通常啊，思维反而这个也许去多一点。哦，想尖锋在这儿，普普通通慢慢走啊，这样去多一点。比如说你要爬吗？爬我就长，啊，爬您就长，哎，对对对，冲一个，冲了我就退。大概是这样，哦，是那再冲一个，再冲我再会挡，嗯，哎，应该是这样。然后再你如果断我就长，断您就长，哎，这样是一个，你长我贴，嗯，这个是一个普通下法，嗯，哎，大概是尖冲呢居多，我估计爬上长这样慢慢慢慢走，嗯，那么黑棋的金志熙啊，他是直接走在这里，这个就是硬朗，非常凶狠，哦，凶狠，这个就直接马上就走。嗯，这面也没有过场。嗯，这是他的风格。对，嗯，我觉得金志熙是力量非常大的一位选手。对，然后呢，他在韩国呢，现在等级分排名第二，仅次于朴廷桓。那么这次呢，他是担任韩国的主将。朴廷桓呢，在上一个阶段的最后一盘，嗯，已经输给了景山裕泰。所以呢，景山裕泰在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这个阶段第十一局的时候，他是战胜了中国的米玉廷，当时发挥的挺好的。啊，那么这局棋呢，就是紧接着跟米玉廷下完了的第二天下的，所以当时我们觉得景山好像感觉状态还挺不错的，反正我想，大家也对景山寄予厚望吧，嗯，希望他能有所表现啊。是这个景山和这个金志熙啊，嗯，这两人都比较年轻这一代，啊，他们两个是同岁的，同岁啊，景山比金志熙大了不到一个月，嗯，对。说到这儿，这个韩国棋手这个过去都是李昌镐，嗯，李世石那个年代下的多哈，啊，对，那现在变成金志熙，朴廷桓但是我感觉这个棋感觉没有他们那个年代啊，那个棋觉得精看，因为那个李世石跟那时候看得多，李世石，李昌镐，嗯，但是那个棋觉得还是比较硬了。但是这个金志熙这个棋啊，我觉得还是年轻，还是不如那个二流，就像李世石、李昌镐那样的棋。不，刘老师呢，他是从棋的这个内容上来说，质量上来说，其实光看战绩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大李小李明显是领先于朴廷桓和金志熙的，嗯，他们还需要锤炼，我觉得啊，我们继续看这个棋啊，他点直接点在这儿，这个是年轻人气比较足啊，那么白棋贴出来，这一般直接就作战，这面普通是这面，现在他就这样冲，拐，再拐，对，这个下成这样，这比较硬。但是这两个子难道就搁在这儿吗？对，这两个就是说，有可能就受损又被攻。嗯，那么他现在是顶了一个，这个是看着是比较俗一点啊，挡住，但是他要跳出来，跳出来这个马上就要走，不然这个被封住，这个黑棋忙活去了。你但是你再走这个就不同了。再走这儿怎么样呢？会那我就直接冲了，你这个就不同了。这有了这个子之后，这个冲断就变得严厉多了，就严厉了多了，是的。甚至还有这个，你都比较麻烦，是吧？现在就显得无理了，嗯，所以他走在这儿。嗯，这个时候下的这个时候呢，白棋先搬了这个，他是顶完搬，是连续手段。现在黑棋连扳是吧？对，他也不肯退啊，这个形势太松了，哦，那不能退啊，好像太松缓了，所以他要扳住。对，现在呢，他就是可以扳住，因为你打吃，上面捉不着，你这里长，他能跳出来。对，这样跳。你这个地方没有一个子，有一个子能挖扑掉，啊，没有这一个子，正好跳出来可以。是的。所以呢，这个连扳是成立的。嗯嗯。那么现在连扳，比较强。这个时候呢，白棋下了一步很有意思，他先飞了这个，飞一个啊，飞一个，这个就是看你的弱点，嗯，你这个我这里有一颗子了，飞要争取对能够进攻你，是的是的，嗯，其实这个飞呢，就本来假如说黑棋这个是先手，那么他是可以把这个子吃掉的，他冲一个就，那么我这个就刚才说的这个就成立了，刚好成立了，那么这一长。那么这个跑不掉了，是的，因为你再跳，我这个有个挖，是吧，就给闷死了，对，所以那你是先飞，那就
你没办法，他不能把这四个字撕掉，哎、这太大了，这个不行。嗯，所以飞的时候呢，黑棋就不能这样下，它只能贴在这儿。白棋在打，白棋在打，粘上，对。那他现在就不长了，他长反正也长不死你，他就搬一个，直接快速定型了。嗯、那么这个就滚打了一圈，滚打一圈啊，这么定型。嗯。定型完之后呢，他那么这两个交换之后还要出什么招，是吧？哎，这里景山我觉得还是下的挺好的，直接就断掉，顶断了。那么他希望你，当然让你这样，那我是这是最希望的，是吧？这个很这个是白棋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哎，但是呢，黑棋就不会那么听话，不能如他所愿，先飞一个。这个飞呢，就是说这个也没必要，你再吃这个他。就虎在这面了、嗯，是吧？干脆这个就也没意义了，就卖掉、这个。太小了。对，嗯。然后再靠住。哎，这个是个，也是一个好手段、嗯、啊。走这个呢，如果我想啊，他如果你是搬，他会断。他断。对。你只有吃。对，那么他会挖。挖的话，嗯，走一个吧，搬。走这个啊。结果也差不多。对对对对对，这样他这样。哦。我想是这样，您这下就不先打了是吗？可以不打，哦、可以也可以不打、哦，嗯，打也都没关系吧。这个你说打掉干脆是吧？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要先打掉。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你吃的时候我就打一个，嗯、是吧？好像白棋也不能不棋吧？是这样吧？嗯，那就这样，那这样更狠，这样呢就白棋就没办法了，就很难办了。嗯，这个好像白棋是整个都是很裂的形状。哎，这个是黑棋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是的，是的。这是白棋就崩溃了、嗯，黑棋希望走成这样。对。那这样白棋也不会直接怎么？这搬进去不成立。搬进去他怕这个有个挖的好手段挡着他。是的，是的。嗯。所以呢，他先在外面打一个。对，进行这个转换。嗯。然后双注，这一下。这个棋呢？嗯，双或者说粘在这里是不是也有可能？单粘一个。单粘。哦。这个紧着气呢，这以后再想办法搬进来。嗯，那么单粘一个会不会担心白棋在黑棋这样拐出来呢？如果这样，他，然后再搬。哎、对，这样试一试，嗯，对。嗯，这个接下来好像。这个作战呢，就是说比较复杂。这个白棋有可能可以一战。嗯，我觉得白棋显然是比较有利的。有利可以战，可以战斗，因为和刚才不一样，你就挖就没有。是的，是的，而且这马上就要冲断它了。白棋外面气也很好。这反正我就给你硬来嘛，作战，你走这个我就跟着跑，你走我拐下来，这样就能够，应该是，黑棋也没有办法。嗯，是吧？是的。嗯，这样黑棋比较忙，恐怕不行。对，这样呢，就是说，如果你补一个，那么我把这个吃掉，这个就可以，以后再退也是很好。哦，这退一个是绝对先手的，哎、对黑棋肯定。你如果这样我吃掉以后，这里面棋很多。是的，是的。是吧？粘上也可以考虑。嗯。那么双一个。嗯。双一个，我觉得没有锦气，感觉，稍微差一点。哦。你这边争起来。是的，是的。就本来以为他双了之后呢，是这接下来有个扳，嗯，然后外面有个挡住，可以把它吃掉。对。但是实际上呢，这操作起来不是那么回事儿。不是那么回事儿。黑棋它可以挤住这一下。对，它这也是球的一个转换啊。嗯，对。那么这个时候白棋可以冲。是的，是的。嗯、这时候呢，白棋不能挡下来，挡下来黑棋一路有个小尖。哦，要硬吃是吧？对，这正好不行。也没有意义、嗯、这个。所以刘老师刚才接在这儿比较好，可能是。那你的这个妙手更是这样，是白棋死啊？对，是的，白棋没有办法，嗯，因为他不先冲掉是吧、嗯？你现在挤他打过了，对，你走这个呢，再冲锦气，这样就是这是简单的杀白棋，这是不可以的。这是一个著名的小尖子手筋，对对对，手筋啊，这是这么硬杀是不行的。嗯、那么白棋冲，他把它冲断，现在、嗯、冲断。断到这儿，这是好时机。嗯嗯，现在黑棋没有办法躲闪，你走别的不行，往下立啊，只能立。哎，这些，对。然后白棋就干脆先把它接回来了。这个接是不是太牵强了？
这个接一个。那您觉得他这个时候？这个接一个被正好是黑棋可以弃子啊、哦。这个时候，那个要吃嘛，干脆飞出来吧。不着急是吧？那个粘，粘慢慢来，是不是慢慢来比较好？这个黑棋其实挺讨厌的，如果想跑出这两个，你再接是不是可以？这样长气了，你这个打出来也没有意义。对，是的。这以后你粘还先手。是的。这样还好，你大概可能是吃这个，我就粘住这个，这样就应该说白棋可以满意。这吃两个子吃的还是挺舒服的，吃成这样对而且这外面也很厚啊。是。那么这个粘上的话，使得黑棋有机会弃子，我觉得那黑棋还尚可。黑棋不错，挡下来，挡一个，这个弃子让有点不舒服。没错。那么挡下来的时候呢，我们都在说这个时候白棋应该怎么应哈、啊，是不是有可能搬在这儿？搬这个，那不管怎么说，它是紧着气了，挡住。如果说在。粘一个倒是可以把它上面吃掉，但是很不舒服吃的，不无论粘哪个吧，粘这个是不是黑棋就把这个吃掉就行了？这样是啊，也不太舒服啊。把这个这样，是这样吃吗？白棋尝一个。不，我看虎一个是不是也挺好？我怎么觉得也是紧着气呢？对啊，所以白棋也得走这个。那没有意义，这个搬粘。所以这个搬粘不好。搬粘没有意义。这个他再吃，这个也没有意义。这个，这个你说白棋他弃子，这样黑棋反而成功。是的，是的。我觉得干不要去让黑棋反弃。因为他厚了，吃三个没有意义。对。所以刚才您说他这个接好像是。对。我觉得二路飞。那样的弹气，弹气比较好。如果白棋这个不接飞出来的话，因为这边还是属于宽广的地方，大家都想走到这边去。这个地方是单纯的目数问题，反正你吃回来跟我吃回去也差不了几目棋。是。这手棋好像粘在这儿，好像是有点失于大局了。这个被挡一个，你看这个弃子啊。白棋粘上。白棋粘上。搬粘可能更加麻烦。这个被他立一个，他这要求收气。对。收气。现在很纠结，没有办法。这个断了一个是吧？对，断这个。断这个。如果说黑棋打这个呢，那么这个。那么白棋可以粘上，它长了一气。是的。这个正好是，它是白棋希望走成这样。所以要逼迫来。黑棋粘上。对。这个时候你如果这么走的话，这个时候是不可以的，因为黑棋可以打着跑出来。那么白棋能不能打这个劫呢？打这个劫，如果打这个劫，他冲了粘了，再提过来，你劫才很麻烦。哦，不知道走什么。如果你这样的找这样的劫的话，也很累。如果找这个劫再提劫的话，它本身有一个这个劫打吃，你粘上再提过来，也很麻烦找劫。这么越走的损的话，这里面还不知道谁赢。所以这个是不可以的。这个不成立，拍吃不行，拍吃不成立，对，很想拍这个，对，因为不成立，所以这个棋，它有点麻烦，纠结，你走这个的话，它又活了，你又再跑，它能打，对，那么怎么办呢？最后斟酌半天，只能走这个，被这么打一下，这个所以说，我说它造成它不是很成功，原来可以很成功的白棋，可以下得更好，更好，因为前面的黑棋这边有点无理，使得它打了粘上很成功，对，结果弄到现在并不成功，哦，有限，这个，走成这样之后呢，这个黑棋得到这个弃子啊，对，应该说他多打了成这样，让你这儿走一个还是可以，没错，那么这棋下到这样的时候呢，这个局部呢。这个战斗算是差不多了，反正基本上就成这样了。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欣赏第16届农心新拉面杯，世界围棋团体赛由景山裕泰对阵金志熙的对局。刚才呢和刘老师为大家讲解到这儿，就是。由于白棋接在这儿，他虽然说吃了这三个子，但是外面呢被黑棋走后了，
现在呢轮到黑棋下，就是黑棋刚在这儿打吃了一下之后呢，看他这个角是如何补棋的。当然最简单他是提掉，对，那这是一个后手啊，是吧？这么提呢当然也是就是说一步棋不走呢不行，被他打了，对，是吧？这有个翻吃、但是呢黑棋走了一个比这个提更好的有效手段，他在这儿先紧着气来试白棋的应手，这个怎么说呢？这不走是要吃老了。你如果走这个，被我走一下，对，然后他只能，如果说你这个不提呢，留有一个很大的冲吃。对，如果说你这提一个呢，这接下来黑棋可以脱先了。对，他有可能打到外面去了，比如说我这不走，或者走这儿，或者走这儿，这是不是都有？或者说走在这儿也可以。这样也行，也可以，走这儿也是说我的目也不错，是吧？这个就是说走这个呢，逼迫你来表态啊，如果你打我一个，我就尝一个，你再补一个的话，我可能就走在这里，打在外面，这个角是活了，是的，因为你走这个提，你走在这儿，我可以打这个，这个角上无忧了，对，因为防止了你这个打的手段，对，是吧？因为你逼迫你硬走一个，是的，所以这是一个好手段。他这其实走在这儿挺有意思的，我们很容易想到的是收气的时候走这儿，或者是走这儿，但是走这儿呢白棋有可能打住你，现在就打住你，对对对，这你接下来就不知道怎么办。如果你接上我收气的话，你就成一大后手，对，所以这个是好棋，单拖在这儿，这个是。那么白棋的手段是什么呢？他是打一个先翻吃，为了争得先手，争得先手，这个棋呢在这个时间段呢你不能提，因为这个时候不能提，因为打一打呢劫才不够。现在黑棋要打劫的话只能先把这个冲掉，你单紧气也可以，单紧气的话单紧气它会单紧气，你没有办法，你要你还是得紧接棋，就等于冲掉一样，我提了之后你全盘无劫，没有一个劫，没错，所以这个就没有办法，就差一枚劫，所以这个时候你只能是不体力。他打吃的时候啊，就在这个时候，只能立下去。对，这个时候我有白棋，对你白棋翻吃，对立一个，他只能立。这个是因为有叫吃的，这紧着气的关系，你也不能沾这一冲就没了。对，所以你这个时候紧气，收气把它吃掉，然后黑棋得补一个提掉，不然被接上不行。黑棋落了个后手，是的，但是你白棋也损一个，这个大家就妥协成这样。嗯，那么这算告一段落了。告一段落。那么现在黑棋这个状况呢，就是这个地方它是连着的，连通的。对，先手这个是先手粘你提变成这样，这是一个连通。没错。但是没什么目，这是一个这么状态。算这边算完了。是吧？这个战斗算是完了。对。那么接下来就是上方这个地方非常大，对，这黑棋呢，是一整块空，那么白棋得考虑一下，如果说你只是这种拆三呢，是显得有点小了，黑棋是不是会考虑把自己给围上，是吧？如果是这样，来一个实战的是吧？这个现在到了这种程度呢，白棋反而不肯了，白棋有点不肯了，它很厚，觉得你这儿宽，我这儿窄，三路你这么宽，我。不认可，觉得并不满意，因为我这儿太厚了这么铁厚，所以呢这儿也是厚，厚上加厚没必要，干脆直接一步到位，大伸腿这样呢我觉得可以，白棋走这个是对的，对，但如果说黑棋肯往回缩的话，他是不是很高兴？比如说这样再来一下那这。这我也不知道退哪，你可能尝一个，他真是白棋满意的，是的，变成你小我大了，这个不好，所以呢他是往里走小尖一个，小尖，对，白棋把这个飞一个，对，这个如果你挡下来白棋飞这个你吃不掉它，他你一走他往上跳，这个棋吃不掉白棋没必要，所以呢黑棋就还是尖住，然后他爬黑棋跳，对，就形成一个这样的局面，然后再挖一个，对，是虎一个，这个棋呢我对这个虎有疑，我觉得应该虎上面您觉得走在上面更好，走在上面好这样你反正两个虎你选择，你找着上面虎呢对上面有用，是的，是的，在这个地方人家这个地方都有子，你没有意义，他走这个你刺你就粘上，
跳就跳，你走这个他仍然可以跳过，对，是的，不影响下面。嗯，所以说我觉得应该虎上面，虎上面更好一些。对，觉得对中央有帮助，对中央有帮助，哦，这个是有用的。这个是的，是的。嗯，这个走了被刺一个之后，这个跳也有没什么，黑棋这个没有起到作用。嗯，对，是的。那刘老师，接下来这棋，我觉得这个黑棋啊，嗯，这块棋它不是没好吗？是。那是不是可以考虑继续对它施加一点压力？比如说，我先把它回家的路切断，小尖之类的，这样怎么样？当然也是一种下法啊。但是他怕他急了，那边找先生，他走这个，这个相当大，哦，太大了，嗯，这个特别大，嗯，哦，这个的确是一部大棋，嗯 嗯，确实。所以景山他觉得这步太大了，还是先把这个大场给占了，直接走这个，这个是相当大的。哦，嗯，是这样。那么黑棋这个不管怎么说，这个你形状有点凝重，对，不好，这个不好。这个然后他就靠过来了，对，要求把白棋先罩进去。嗯，其实这个罩呢也挺勉强的，因为人家急打了之后啊，嗯，这外面由于刚才没有像刘老师说的这样虎在这儿，所以这提完了是有个打劫段的。对，嗯，是这样。那现在不能粘，粘了被人家搬出来了，这冲出来了不行。对，所以他只能硬着头皮给他粘在这儿。对，早知道这个还可以慢着提点，这样更加有力。这个劫就更厉害了。这个就更加厉害，嗯，这个厉害，直接打上来。嗯，这个顶都是劫，搬也是劫，嗯，是吧，嗯？对。这样更好，更厉害。这就更加厉害，这个刺也可以慢一点。是的，现在当然也是这样，实践走实战就是这样。对，是的。但不管怎么说，你要在这里肯定要好得多。没错，这样的话，这白棋就甭想着要断人的事儿。这反正是这样。嗯，然后白棋顶了一下，顶了一个，对，挡住。景山呢也是，搬一个，对，比较大局型的，嗯，他就觉得这我刚才不是已经抢到了一个大场吗？是。那么现在我这块棋生死现在不怕，嗯，反正，你挡呢，我粘上这里面能活。是。然后我就继续抢一个大场，他觉得他把大场都这个占了，目数不就领先了吗？这个当然也是，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棋，嗯，被长一个相当大。没错。能抢当然好。嗯。对，这黑棋白棋，你看抢了这个，嗯，抢了这个，应该说不错。那面是等于是黑棋连着走，是吧？都比白，让白棋活了，然后黑棋手数还多。对，应该说，白棋也是满意。嗯。嗯，满意。嗯。这个地方黑棋满意，但是这个后面，哦，这个我觉得白棋从这个地方白棋还不错，您，觉得？是的，哦，嗯，他抢到这好位置。嗯。那黑棋呢还是有点担心，对，这争子有利啊。他现在白棋是把它争掉了，哎，对，但是我可以引下争啊，比如走在这儿，嗯，啊，是吧？好。然后白棋呢，他把这个争子呢就护住，他走了这个。对，护住也算是个中将走也有价值的，嗯，是吧？也有价值，嗯，也可以，嗯，也可以。但是这个断点不是依然存在吗？是，也没有完成。这个也很厉害的。这个断如果劫财有利是很厉害的，是的，是的，嗯，所以说这个我是担心这个黑棋这个形状有问题。嗯，黑棋中央先走了一下，在这儿先护这个，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走在这里，走在这儿是吗？啊，走在这儿他是会搬进去吗？搬那也就给他搬。哦，甚至我说当时你要行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这个征子不影响的话，是不是往前再来一步，我也可以考虑。对，这个呢稍微保守一点，嗯，但是这两个交换白棋应该也不亏，嗯，也不亏，对，是吧？是的，这个也不亏，但是我要是我可能会镇在这里，因为防这个断。嗯，挺担心的，那个扳就给他一点，是吧？是的。那么现在是走在这里，嗯，走这个，那以后扳也有味道，依然有扳，有味道。比如说白棋是不是还可以考虑走到这种地方？那就现在没必要走，没必要。那城也没几个，白棋应该说效率也不差。嗯。这个棋要这么进行下去的话，黑棋控要注意，要注意控，啊，失控，哎，失控有，就是说，因为这两个回合并不得，嗯，没错没错，嗯，不得，因为白棋刚才已经抢了这个，然后又抢了这个，对，就失控上已经捞了两大把了。黑棋，你看你的控
这个地方他把你掏过来，你本来他这后呢，你撞在后地方，子力不发挥，没错，哎，应该说白棋不亏。那么接下来呢，黑棋依然需要拼搏，对，这个是要了，要不然你正常的收的话，这个棋是控要有问题，因为没有什么目标了。如果这种收收控的话，各自占控的话，贴不出目，是肯定的，是的，而且这个地方啊很难成控，对，你看起来你走这个这种地方，这漏着风，这真是拉二路，人家一跳你就没剩几目了。中间呢是如果自己成控，那么也加强对方，加强对方，是的，是的，中间最好不要去成控，那么这个打入我觉得好啊，这个是该出手了，要不再不出手，这个棋要有问题了，要输了，是吧？对的，他应该有这个胜负的敏锐力，白棋压了，压一个，是因为这个棋啊，暂时硬吃不行。他好像硬吃的话，像这种招的话，如果走这个，他就这一冲。冲。这里拖一个好像你也没有办法，拖一个。拖的话，我能里扳吗？如果你里扳，我粘上先手。哦。是吧？不行。这里有个吃。他一粘一断就行了，一粘这么我一断，你看就出问题了。这就没有办法了。是的。啊，就因为这个他上面有毛病。这样的话，你还没有办法。那白棋如果拿不住他，那就麻烦了。对，你好像拿不住吧？对，只能外扳。外扳，那么我退一个。如果你走什么呢？然后，接上吗？接上。接上好像是。似乎黑棋怎么都能活了。我怎么觉得活了好像啊，这个应该是活了吧，粘上，对，他就硬来的话，这个段有一定的，这白棋不太行，不是这个段完之后杀气的问题，我先挡立了尝尝气之后，这个段你很麻烦，所以硬吃有问题，不能硬吃，是的，这个白棋危险吧，这白棋很危险，这杀人太没有把握了，很危险，这是不行，所以他不能小尖这个，在这儿。那么压一个，是吧？顶一个。他先挤了一下呢，黑棋。哦，这个棋是什么时候挤的？现在挤的。就现在挤的。现在挤，好时机。对。这怎么说呢？如果你要这么吃，我先断一个。这白棋不好办。这个白棋不好办，因为什么？这面死个棋呢？对对，他这个二路都是有先手的，在那边。这个棋白棋不好硬。不知道该怎么。你说我不要了，好，这么不要的话，我马上就要把这个吃掉，你就死了。你现在就是黑棋。很简单的。对对。打这个。对。或者是冲了再打都可以。直接打这个。对，这个就直接。一路走掉，把这个二路打掉，这个棋就本身就麻烦。所以呢，因为有这个那面死着棋呢，本来是有过。所以这个时候，老师的粘上是最强的抵抗，没有办法。这个时候给他便宜，没有办法。是的，是的。那么顶一个，这个时候挡住，你硬吃也不行啊。这个时候硬吃好像还是有冲断。这个也是不行的。我跟你说啊，硬吃。那么我搬粘，对，粘上，然后白棋，大概只走粘上这个，这样吧，这我走这个也活，那这个活法太多了，这个也是活的，就是说硬吃是不可以的啊。那么正好是不可以呢，那么只有如实战下法挡住，对，搬，然后连搬，打吃，对，粘上，把这个吃掉，这样呢是。双方也是最佳的转换。黑棋呢，不管怎么说，先手抓一个呢，官子还是目数便宜了。对，而且我觉得他这块棋现在已经变成铁后了。对，便宜了，这个养胃也安心了。那么白棋把这个吃掉呢，也算也只能如此了。这样的话，总的来说是告一段落，黑棋稍稍挽回一点，但是呢，这个形势并不乐观。这个时候因为这个地方有个段，棋盘也变小，所以黑棋也要努力，要下的再撑一点，不能说简简单单收官就行了。所以他现在那靠一个，要把这个中间这块空给撑住，这个地方。对，如果补这个的话，他会这个
就不乐观。对，那么要撑一下啊。这些长。对。那么是。他先断的。断一个。啊、哇，这个断。是个隐患，是个隐患。一直以来，黑棋就是存在这个段子，他一直都没有补掉。虽然说有了这个子挤到了一下，但是这个段依然存在。是，而且这个劫只要一打输，他那边六个子都死光了。这个是个大隐患。是的。所以说之前我说这个虎是一直是我觉得有问题的。这个段如果劫财有利啊，这个棋黑棋硬起来很麻烦。他先提劫，一级先提啊。没错。白棋呢是顶一个、是顺手劫，顺手劫，那他不错、挺高兴的。那么现在黑棋找劫，黑棋冲了一个。冲一个实际上是应该说是损一点。烧损。嗯。作为这个最好不冲、因为单挡啊，他这个不冲啊，你本来冲完之后他能粘上。对。现在粘不掉。现在粘被他一搬，这个棋还麻烦。里面是死的。所以他补起来还只能立。这是立的。应该是立吧。对。对。立一个活，这个你就说你不管怎么说，我单挡啊。这个棋呢，你和粘上还是不一样。就是说不管怎么着，我冲一个稍稍的差一点啊。对。但是没有办法，这个劫财的问题，现在。白棋找劫，其实白棋找劫呢，还是有一些劫财的。比如说，我中间搬一个，它能不硬吗？我觉得这个搬也挺大的。搬一个好像也行哈。这个中间如果这么被藏进去的话，依然是挺难受的。但我估计，我觉得黑棋是不是会挡住我？挡住再提劫，让他找一个难受的劫。先考验一下他，是吧？这个可以，这个搬一个再提也可以啊。然后那个黑棋会这样的是劫吗？是劫。我就在想，这是不是劫？是劫。有点犹豫。因为你打这个，你可能下就是、下不了手，不是你这个劫财是不是个？敢不敢这么下？对，劫财的问题。劫财他是没有。这白棋可能是觉得他这个冲一下已经损了。就可以了，收兵了，他就接上，或者说他啊，实在这样，他是这样，他是冲完之后，他一提直接粘上，白棋粘上，现在是该黑棋走，黑棋消劫，这个特别大，他搬在这儿了，对，这样呢，就白棋像是觉得形势不错，这个就给他补了，继续收官，是应该说白棋这个时候不错。对，我自己的判断应该不错。我也觉得白棋要稍好一点。怎么讲呢？这个时候如果正常的收，那么比如说这么长一长，弯一弯，嗯，你刚才只有走这个是吧？这个跑出来也很厉害是吧？对。这个搬掉，或者这么跳一个也可以。这么你这样跑出来也很厉害，跑出来先手你的粘上，对，你这个要走一个吧？那就硬一个吧。对了，在这儿。这个时候呢，你白棋，比如说你再收一收，这样收官，把这个搬粘收官，这个白棋可能稍好，贴不出目，这样比较简明。我比较赞同您的说法。赞同。对。那么实战这个白棋，白棋搬了一下，搬掉是对的。然后他靠了一个。靠一个好。搬。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收掉。先把它走掉。走掉再靠比较好。是的。那么没有。白棋搬。然后黑棋连扳，他长一个，这个长也有可能觉得粘上是一个长形，感觉这个是长形。如果黑棋长这个，您是不是就从这儿搬？对，这也挺合适，这中间一会儿就长出木了。应该说刚才这个跳等于这样的，刚才这样走掉，这个也有木，是吧？是的。你这个地方虽然能成木，这个地方有跳，走这个我走这个，这个木跟这边都抵消了，这里以后搬起来也很大。这样收收官的话，白棋可能比实战强。我觉得这样好。对。白棋这个比较好。它是单长的，单长被多打一个，这个形状。虎在这儿了。对。这个形状我觉得稍微欠缺，那么你就只有一条路，就走这个了。对，他就是强调把底下的黑空破掉。这个景山裕泰啊，这个收数啊，我觉得稍稍差一点。当然也应该搬粘掉，那个是要走，否则被立掉也很大。对，有可能被逆收。对，这个没有必要保留了。这个也许是，但是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保留，应该侯掉。
走掉。走掉是吧？主要是人家打完了虎了之后有一个什么弱点出来，这里有个断点伸出来了。嗯，对，原来是不一样了。现在有很多大，这个也是很大的地方。对，这个搬柱非常大，搬大，因为你搬不进来了，这里有断。对，本身这个棋围控也是很大的一步棋。像一般的连搬，多数是应该粘上。嗯，侯一个这效率上稍差，就下成一个这个弯形状。对。那么他就是强调把这个吃掉。嗯，但是被拆一个，这个地方有跑嘛？对，是吧？对，本身你跑不跑着我这蒸掉了。嗯，那么走这个。走上这个，然后黑棋长了一个，长一个，这个也非常大。这几招我认为是黑棋得分了。就是刚才从这个长开始，长这个不如刚才说侯一个，那么走掉我说单粘那个要比这个要来的好得多。现在白棋他长这个，白棋各走各的了啊，活下来相当大。然后黑棋打了这个，这个也是逆收，本来是我搬粘上之后，这里有搬粘。对，是的。哎，这个相当大的一步棋，白黑棋这个时候不好走。你说你搬我能打，是吧？对。你这个逆收，现在打呢，我如果粘上被多打一个，这就是常规的一个收官手段。是的，好手。对，这一路打是非常常用的，就是在收官子的时候对手段，大家可以好好的学习一下啊。像这种形状是打在一路的，不是把这个打拔的。对。啊，他打这个之后呢，白棋就把这个三路子给吃掉了。对，各走各的。对，那本来这个也是个大棋啊，他把这个也收掉了。是的。那么黑棋再把这个再吃掉，各走各的，这个也不小，是吧？然后又提了一下。提了，这个先手。这看起来像打将，可能是。他得必须接回去，连回来。现在收官，现在落白棋，白棋现在该那边收了吧？现在弯了。你看现在。打吃。必须要该收那面，然后他跳过了，跳过，那跳过之前是不是把这个走掉？走掉没有什么保留，或者你就虎一个，这跑一个大，对，跑一个很大。他会担心黑棋，黑棋走那个其实也没多少目嘛，也并不是很巨大呀。那个哈，这个就这个虎一个或者走一个，还是但是走之前这个跑是肯定是他是跳一个收官了，但这个时候呢，黑棋跳这个。小尖这个地方有跑，对，他立下来就把那个子对这个也是先跑回来了，等于是本来是收，等于是转过去，其实让黑棋在这地方围控啊，是应该是因为你这个露头啊就发挥了，结果白棋在这个地方成空了，转了过来了。但是这个成了半天好像没多少目，然后呢还很辛苦。现在关键是啊，黑棋来个狠的断了，你老不走。本来你的跳先手你不走，那么我就来了。这个段就成为一个胜负的关键。是他长。长一个。然后白棋就穿进来了。穿进来必然是要穿进来，是吧？他拐一个，这个有打他是扳的，是吧？对。打了一将。打了一将。接住。对，这个本来是挡的，现在因为少两个劫财啊，他都跳过了。然后黑棋冲这个，这个也是很常规的。对。但是接下来这步棋显然是景山他看错了。这个是个关键，胜负关键。现在如果是正常收官，那么虽然这个是亏了，刚才我说交换，因为来不及了交换。那么你正常收收官，或者是把这个连回来，或者怎么样？挤一挤或者怎么样？还是挤一个打一个收收官了？这样应该说很细，或者说白棋没输，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景山可能是黑棋贴目，贴六目半这棋困难，现在贴目是困难的局面。但是现在他跑，这个是也是快棋啊，读秒。对，跑呢，他是想要粘的。对，然后呢？发现这个时候直接贴不行，对，这一长连回去了。对，如果这样是不行的。你看他能跑两边跑，这个也不可以。这个因为他有一个冲了叫吃，是吧？直接叫，你粘上他能一路回来。粘这个。对，他能回来。对，能回来。这个回家。你粘上他能回来。是吧？能粘回来。那么这两下都不行，但是呢，在这个时候也是读秒啊。当他。大吃的时候他犹豫了，他看出来了。他看到了，如果接看黑棋有一个手筋在这儿套一个这个棋很妙。
为什么你怎么都回不了家了。对，本来以为呢说他搬一个然后黑棋断断、啊、对，他就算接上白棋，接上白棋或者就多给多叫吃一下、啊哎、这都差不多。嗯，然后接住发现这个怎么也是，因为这个棋、哎、这个棋是紧着气的。对，主要是你这个棋是后手。是的，你不管走什么，你看你都来不及了，不管走什么，嗯、哦、有个你提了他能回提，嗯，紧着气，你这个地方啊大家可以算，他一靠的时候你怎么都回不了家了。这棋居然发现白棋是连不回去的。对，你如果粘被一靠怎么都回不了家、哦、嗯，哎、你冲走他都是硬挡着，你回不了家。对，回不了家这个不敢粘了，不敢粘，那么这个尝一个巨损，至少两目。对，已经至少两白白两目不见了。两目多，这个、很细的时候，这两目是绝对差不起的。不止两目、啊、对，这个棋一走呢，他的信心受挫了。这肯定是。这个后面官子又要又有损，这个棋是亏的。嗯、对，嗯，这个这是个关键。景山看见了，接不住，怎么办呢？他就去这儿先走了一下。先走一下啊，先看看黑棋的应法。如果说挡过来，那么他这个挤变成先手、啊、他希望这样啊，走这个，那么我挤一个、啊、你粘上、嗯、那么如此他再粘呢就不同了，就能粘回去，这个就还真回来了。对，因为你这个没有用了，这个他能这个了。是啊，是这个就不一样了。哎，这都回家了。嗯，哎，这个这能冲了，这个都回家了。嗯，这没事了，他就差一个这个多一个帮忙的地方就行。对，所以说这个飞的时候呢，黑棋也是先冲了一下、嗯、然后再思考怎么办。对对 对, 对，结果经过长考呢，他就走了这儿。对、啊、这个把这个吃掉了，这个白棋损了。嗯嗯，白棋把这个连回来，现在挤一 个, 挤一个，他打吃，假吃接上。对，白棋接回来，接这个，接这个、是吧，然后他吃，那黑棋吃了白棋没什么大便宜，嗯，便宜很有限。是的，是的，但是那边就损失惨重了。有限有限，这个亏了，嗯，亏了。是的，哎，白棋把这个冲回来了，现在把这个冲，然后他提掉，嗯，这个挖一个，挖一个，嗯，他团住，这个看起来这样下啊。白棋的大势已去，因为本来是白棋可能稍稍好一点的棋，啊，但是呢，是这个这边损失太惨重了。挖的时候单冲可能是不是更好一点，或者啊？应该也可以吧？也可以啊，他是这样。啊、单冲的话，他是不是担心他急打了冲过来，这样他断不进去了，然后他再冲，这个时候白棋就难受，他挡起来挡不住，嗯，挡完这个走完了这儿还有长。哦，这个还有长。对，所以很痛苦。你说挡，假如说挡的话他就提然后再打。 哦这个地方啊，你不能从外面包打，包打完了虎就、哦、他这儿还有个长出来，紧着气啊。是的是的，这个亏了，好，这个明显亏，这个地方是最主要的。这个亏完之后啊，嗯，就不是差两目的问题。对对，这个地方亏完之后、嗯、一直是就是说一下子这儿也冲进来。对、啊、连续亏。没错，嗯，是的，由于他想救回来这一个子嘛。对，就不一样。本来如果说你不飞进来，这把这个子简单连回来就不存在这些事儿了啊。嗯，然后呢白棋就这打了一下，打了一个，嗯，把这个团住了，他觉得这个团最大，团最大，嗯，啊，黑棋提掉，嗯，走这个，对对了，嗯，黑棋虎，对，然后白棋虎住他，虎住，把这个吃一下，提掉，然后他把这个立了，一人一个大官子，大官子冲掉六目，嗯，黑棋把这个吃了，对，叫吃，打吃，他接上，嗯。现在呢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大的官子了，就是这种团住大概两三目左右吧。黑棋飞了一下，白棋提掉了，然后黑棋把这个粘上，对，把这接补了，嗯嗯，这白棋最后把这个挖掉了，白棋挖，嗯，
是接住，接住，断掉。啊，其实后面呢，他就冲了一下，啊，这就往回跑，然后再扳一下，在这儿，嗯，接住，嗯，把这黑棋把这个粘上，嗯，嗯，剩下来呢都是两目三目的小关子了。现在下到这里的时候，那么这个角呢，我们最后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白棋这个扳啊，其实是个三目的关子，嗯，因为最后这打完了之后，这有个弯的收完气之后有个弯的双活。所以说呢，这现在白棋收了这个，嗯，对，也就是说都紧上气，这次都没有的话，如果是这个叫吃完了，你的连上的这个猴还要多黑棋多补一目，是这样啊？是的，这么本来两目变成三目了，嗯，没错。这个官子就后面呢，跟胜负实际上是就已经没有关系了。对，这个时候关键是这个，好，是吧？这个，嗯。如果之前白棋在这儿先交换完了之后正确的收好的话，那样是白棋就有可能还可以小胜一点，有可能是这样，占优一点，当时这是种判断啊。嗯，但是这个棋呢总的来说我觉得应该说是都是各有好的时候，最后的结果是应该是输的，我觉得还有点多，四目半啊。对，就是说是最后两个人都收完了，然后数目是黑胜四目半。那么四目半是什么概念呢？这个棋是贴六目半的，也就是说是盘面十一目，黑棋，那这优势还是挺大的。这个有点大啊，对，后来可能又接着损了，又接着损，这个这个棋是金志熙赢了景山裕泰之后，对，他嘛就要和中国的连校就是副将，副将、啊、就是我们的，对，他下一盘就对中国的连校、那么当时呢我们还有连校和十月两员大将，所以呢这个形势对中国队是比较有利的啊。那么金志熙呢他也背负了韩国的这个重任啊，因为他们肯定也想把这个龙心杯带回家，是吧？所以要看他后面的发挥了。好，我们今天就为你讲解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